近日，微博上流传出一张黄渤出道时的旧照，照片中的黄渤一脸青涩，面容俊俏，还很销魂的秃顶走光，不禁网友调侃，才知道黄渤刚出道时走的原来是青春偶像路线啊。据悉，黄渤在少年时代迷恋唱歌跳舞，多次参加歌手大赛。1993年，高中时代的黄渤就走进歌厅，成了第一批在歌厅驻唱的歌手。后来还组了一个组合叫蓝色风沙，在全国各地演出，并做了7年的舞蹈教练。当年是走偶像路线的是吧？哎，不是，这笑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就是啊，这笑什么意思？对，是当年呢，每一个人都有青春这种懵懂的时候，对自己认识不是太清楚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当时唱歌，这歌星分为这个实力派跟偶像派，我属于第三种，我属于体力派。唱的其实也一般，跳的也一般，怎么办？综合卖力气啊，咱你知道吗？一看脑袋门子上戳了汗，你不给刮这两下？这个。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，我是大鹏。